在那儿出不去，我要出去我都跟人说我是中国人。哎呦，我就敢说这句话，中国人牛啊，就是牛，是真的是、啊、你看那天安门的解放军的站岗子啊，那大雪花飞着飞着，好，人家照样还是闭眼条直那站着不带动的，爹妈那旁边看着都不带那什么的，是都是人，都是人呐，是咱说白话都是人，人家孩子人爹妈不想吗？肯定想啊，人不想，人家上这大老远上这看什么来？真是，是不是？对，人家孩子不想爹妈吗？也是想啊，没错。那当时根本就控制不住，人家那孩子站在那儿就能控制。真是，真棒！伟大，中国伟大，我老说祖国万岁，中国伟大。真是，您这句话真是您不容易。我都是实话，嗯，我都是心里的，都是心里的，真是实话，没有虚的假的。哎呦，您也是说中国的好母亲，真是。哎，这是应该的嘛，孩子投爹妈一场不容易，嗯、是吧、哎？孩子投爹妈一场，你必须得对他好。是、啊。他本身他自己也苦恼，嗯、他自己不苦恼吗？他智力能打。他也不是说完全什么都不懂，你喂他饭，他知道张嘴，他就有、嗯、还是有脑子。哦。还是有脑子。他是天生的吗？天生的。哎呦，那真是。我汽车公司，我干了三十多年呢、嗯。老员工了也是，老员工也挺长的。在那时候干的是什么？在汽车公司，我跟您说啊，没那什么过，没偷过懒儿。真棒！因为有这孩子，老怕人家说你干在人家后头、嗯，老怕人家说这句，老是在人前边。哦，我跑昌平345、嗯、德仁门到昌平，嗯，这边头天晚上得过去拉三个车啊，三个车的人，第二天从那边头班二班。从那边往回发，到那边住车，从来到那儿没睡过觉。哎呦，先刷车，都比别人早到。先对，好怕人家说不好，要强啊！像我这真实情况啊，啊，我自己真身的体会。嗯，我有傻儿子，我丈夫10年没的。哎呦，10年突发心肌梗没的。啊，我带着一傻儿子，43了现在。啊，国家什么都给，免费供应我那个尿不湿。3个月一季度准给我送来。哎呦，共产党好啊！在过去你自己养的孩子，你自己孩子有病，国家凭着管你。真是，是不是？现在社会。哎呦，您家里那孩子哦，43了，男孩。43男孩啊，男孩。脑瘫呀，就我们娘俩现在。哎呦，他怎么得这病的呀？小时候就是脑瘫重残，现在我就我自己带着他。那出生就有了。对，我现在自己带着他。这就可以了，国家什么都免费，还给他工资，一个月还给他、哦、有他的工资呢。哎呦，到年底我们还有红包呢，到年底我每月还有我的补贴。他干不了什么呀，在家。那他每个月能补助多少钱？他现在一共得算上得1800块钱。哦，可以。那国家还给免费尿不湿呢。是啊，那给您补贴呢？补贴我现在是全算能差不多600块钱，够过日子的。嗯嗯，可以了，我自己有退休工资啊。哦，是啊，我这是退休的呀，公交的呀。哦，您是公交的。嗯，那退休工资还可以。嗯嗯，了不得，现在这国家够富强的了，我挺牛的，真的。那谁呢？那您那个您爱人呢？我爱人没了，10年没的呀。哎呦，突发心肌梗啊。哎呦，那您这一个人带带着突发心肌梗，我都六十五了。属猴的，我也属猴的，属猴的65了。玉好，咱仨猴。嗯，咱三猴。咱们您小一轮，他比您小两轮。缘分，这个是缘分了。那哎呦，太缘分了，那凑巧劲儿了，真是。真是啊。要怎么咱们能见面呢？这就是缘分呀。能聊得来呢。嗯，还是这样，国家给你工资，你自己还不找个开心？是。是不是啊？对。到每月工资卡往那儿一搁，拿进来吧，嗯、那钱，哪个国家敢呀、啊？我就说哪个国家敢这样？是啊，就这病情，这一下就看出咱中国牛。真是，咱妈给您点赞，真是。